20日晚，泰妍 solo 演唱会 ST Aeon Concert 在首尔蚕室室内体育馆举行。 Yuri 作为好友现身观众席为其应援。在表演中期的 MC 环节中，泰妍提到现场有少女时代成员 Yuri 在看，并把镜头转向了 Yuri。 Yuri 立刻变身泰妍狂犯，疯狂打招呼，是被偶像 Q 的追星界人生赢家。181020被 Q 到了，超兴奋。 Yuri 现身泰妍 solo 演唱会现场因缘，181020被 Q 到了，超兴奋。 Yuri 现身泰妍 solo 演唱会现场因缘，181020被 Q 到了，超兴奋。 Yuri 现身泰妍 solo 演唱会现场因缘，181020被 Q 到了，超兴奋。Yuri 现身泰妍 solo 演唱会现场音源。另外 SM 家族师弟 NCT Dream 成员灾明、Gino、任俊、陈乐、智胜也到场观看，为大前辈泰妍音源。日常被 SM 家族感动，181020被 Q 到了，超兴奋。 Yuri 现身泰妍 solo 演唱会现场音源。图斜线 logo， 干练的徐贤变身迪士尼公主的孝渊，霸气外露的郑恩地。干练的徐贤变身迪士尼公主的孝渊，霸气外露的郑恩地。19日下午，少女时代徐贤再次出席了在首尔东大门举行的2019 S 斜线 S 首尔春夏时装周秀场活动。身穿粉色西装套装亮相，展现成熟女人的干练与优雅。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，干练的徐贤变身迪士尼公主的孝渊，霸气外露的郑恩地。少女时代孝渊身穿浅蓝色一字肩格子连衣长裙亮相，在半旋转楼梯上提着裙摆优雅前行，如走出童话故事的灰姑娘，公主气场魅力全开。干练的徐贤变身迪士尼公主的孝渊，霸气外露的郑恩地。 A Pink 成员郑恩的亮相时装周，越发霸气外露的猛的，取向狙击